好的，这真的是小时候会出现的东西耶。那我们请来宾们抽一下你最喜欢的一樣，选一个你觉得你最喜欢的。我觉得我最喜欢的。来，那我选一个这个。你对我说。哦，这也不错哎。那我选这个，这个不能吃哦。没关系。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吧？对，这个等一下要謝謝要黄色的管子。好，来。小屁孩就是要玩有玩东西啊。也有两个两个。哎、欸，选一个。这个。现在还有出这个？这是陀螺。对，但是好像现代化的。我们来聊聊啊，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想要拿这个东西？就是你心中的回忆，代表就是拿着这个东西代表着什么？哦，这个所以这些都是台湾人小时候的回忆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陀螺，骆驼。陀螺。哎，这是念反，念蛮厉害的。哎，丰田，你有吃过这个吗？米德户。哦，对，我想吃这个，我很好吃。你要吃这个，我教你。我跟你讲，怎么吃？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酷的吃法。就是对你手就这样子，确定这个什么啦？这个是什么好莱坞电影出现的？奇怪，这样吧，用信用卡，好像怪怪的，你为什么这么怪怪的？电影都有这样子，电影都有，然后用鼻子吸，对对，乱来。好了，这样试看啦，试看，就是用吸管把它吸起来了。确定？对，真的，真的。合法的吗？不要吹啊！这样子很有这样。小安这个是吹的，你那个是吸的哦。我很怕耶。吸看，吸看。报警了！哎，还有烟从嘴巴跑出来耶！甜的，好吃哎，好吃的。这是什么？用舌头直接舔啦。这叫米德。严玲呢？哦，我选这个。他这其实真的跟我有回忆，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台南长大，然后。那时候福利社就会卖这个，然后一块，对对对。然后那时候我同学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然后我说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然后我同学跟我说，这叫做大便第二代。大便第二代，也是吗？一起这样子，来镜头可以 take 吗？大便第二代，就是你看哦、喔，为什么我刚刚说要用嘴巴咬，而且我们都是用嘴巴咬开，对不对？然后没有再剪开的，就是这样来。哦，有没有大便巧克力？对对对，小时候这样吃。对，然后就挤，然后这边一看大便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还吃。辣子的辣子，那你要不要吃？先吹，先吹，这个吃起来的味道。因为它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它的那个刺鼻的那个味道，嗯，这个超级就是立刻秒回小时候，但我很怕我等一下一吹它就爆了。欸、其实吹这个要爆了，对不起。一边吹一边微捏，对对对对，微捏，然后不能让它破掉，然后吹到一半，它有破洞的时候把它补洞，就捏起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加油加油，用力用力，用力，为什么？哦，对，没错，不用小心，小心，好像不用太。好，可以了，捏起来，捏起来，这样，对，哎，可以。你的第一颗台湾太空泡泡球，真的耶，好玩，你们想不想？演员友谊赛，对，想看，想看 ，OK， 加码赛，加码赛，好，好，来来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不要猜，不要猜，好，想看，想看，自己小心哦，三分钟一样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第一题。铁达尼号。第二题。四个字。可以讲话，我可以讲话。可以讲话。好厉害。啊什么啊什么？三个字。啊什么？蝙蝠侠里面的一个坏蛋。啊小贝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漫威。过。喂。非常。四个字。哎，等。靠腰啊！电脑宕机了。哎，对哦，他最会，他最近最会的。他最近的活动，他最近的活动。冲浪，太快。Another。是什么？要睡袋，要睡袋啊！然后可以吗？对吗？我在喝酒。六个字。然后一二三，不同人。哎，对对对。哦，这个。打。不是，八个字。八个。周瑜跟黄盖。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哎，对，三个字。江美酒。哎，对。你演过了花木兰。他怎么样？他四个字，他怎么样？太傅将军。哎，对。啊，这一个区域竞赛。两人三角。对。两个字。哎，走开了。对，绝交。断交。一男一女。分手。四个字。
Regardless, 欧莎！哇靠！你看哈利波特斯内普！对对对对对对，三个字。哇，这个没关系。好汉怎么样？马儿不吃什么？回头草。哎，对对对对。是这样跳吗？交际舞，慢吧。另外，舞蹈舞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好，两个字啊。打篮球的时候，哎，没进，投中了啊。第一个字是，哎，第二个字是这个。这是放枪！哎，对对对对，杨永伟，他怎么样？他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金牌，银牌。啊，这是冠军。跆拳道，柔道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那个啊，对，哎，好好热，很天气很冷的时候，我们会去怎么样？泡温泉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哎，那个，地狱的，地狱的，地狱四个字，四个字，一个两种动物。我们台湾会洗牛头马面。答对，对对对对。没了，妈妈，我还以为你要把这题演出来，这个也可以演出来。我们挑战吗？好，来啊！五个，我们在现在在什么节目？娱乐关键字。刚刚怎么答对？当你解谜题。刚两分半十九题，哇，满身大汗的，神队友，你很会猜，天哪，你都流汗了。